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这个完全是不实的讯息哦。我们这次都是搭乘相关的经济舱，一切的这个入关的手续都依照相关的规定办理。针对主席被羁押这件事情，我想人民期待司法公正、程序正义。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在完备相关的程序跟相关的一个规定跟这个法治的依据的一个前提之下，尽速的厘清相关的事实。那我们也支持柯文哲主席能够捍卫自己的清白，司法也要勿枉勿纵。那我们也呼吁这个我们的包含我们的柯妈妈还有我们的陈医师也都这个保重身体。那我想一切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合法的程序下面能够来捍卫自己的清白。我们也为柯文哲主席加油。Thank you.